我给我一些朋友说，哦，我在中国大职业了，打职业球，他们说，啊，中国有职业冰球吗？我说有啊，就是比一些就是联赛在美国也更厉害呀、啊，一些队员和一些队啊，肯定比一些美国或者加拿大队厉害。但是只有两个冰上之前，有三个冰上：迪丹公园、手提，还有国贸。现在北京有好多冰上了，只是没有中央又会，中国不太了解那些冰上运动的。现在他们都理解了，因为现在你看，之前我来中国的时候，没有什么那个，比如说职业联赛比赛呀、啊、什么的，现在都有在那个直播上，他们都会有那个 NHL 那个比赛啊，这样之类的，所以还挺好的。我本来我跟我爸爸妈妈都说，我说我大概14岁的时候，或者是对13、14岁的时候，我跟我妈妈说，我打完职业冰球的时候，我想回到中国，不想在别的地方教孩子，我就想在中国教。为什么吗？就是因为是我的家嘛，我之前也在这水冰球呀，所以我就想也教孩子在这儿呢。They want to learn more all the time. I think like a lot of the kids that I coaching, like their mom or dad will send me videos of them. They doing practice at home. 他们在家自己练。但是我记住我是小孩的时候，我肯定不是每天在家练的，但是有一些几个孩子他们每天天都练。我觉得卡诺教练非常温和，就是当在疫情的时候在家里的时候，然后呢我们在网络上一起视频，然后在家里卡诺就教我怎么训练在陆地上。选择冰球是因为觉得这个项目是个集体项目，然后对孩子的性格塑造特别好。就是因为冰球是北美的，就是一个擅长的项目嘛，所以我觉得在那个冰球文化这方面，肯定外教的话会带来一些不一样的，他们那边的比较专业的冰球文化。卡诺教练的，在比较年轻，然后呢，他的教学风格呢，第一是很活泼，然后呢，其次就很勤奋。我们有时候形容他就是一个标准的美国的一个打工人的一个形象，就是特别卖力。然后呢，其实包括我们另外一个麦克教练也是，就是他们会做更多的示范动作，可能更多的是身体力行，让孩子去模仿他，然后让孩子去感受啊，我的教练可以，比如发现到这个速度啊，这个标准，拨球呢可能是这么一个频率，射门是这样一个力度。那孩子也会有一个直观的一个榜样的一个作用。比如说有一些孩子我能看得出来，他们会就是可能到时候不会这么高水平的，知道吗？但是他们开心打这个运动，我就开心。我最开心的时候是看他们那些孩子们，比如说我给他们上小课的孩子，然后他们在比赛用得到我们学习的那些动作，比如说一些那个拨球训练嘛，就是怎么拉杆过人的，他们用你的方法怎么拉杆过人，或者是什么的，或者是怎么放手这样之类的，他们用的你教的一些东西，他们用在比赛，我就特别开心。我希望他们会一直爱冰球，这是我第一个，一直爱冰球。第二是他们真的喜欢或者真的爱冰球的话，他们会坚持下来。我想对 Connor 说，谢谢你帮助我，就是练了很多控球，让我的技术变得好。Like they just their eyes, you know, like you could see like their focus and their passion is very.Yeah, that's something I learned from them, is how passionate they are. It makes me, like, feel
Like, I still love the game. I'll never, like, stop loving hockey because, like, the way the kids like it, you know, or they love it. You know, that's what I learned from them. They really love the game, you know? And that makes me love it even more, too. Like, sometimes we all, like, maybe, like, oh, I don't, like, 不是之前说你要放弃冰球什么的吗？不，就是有时候有这样的想法，但是我感觉这些孩子们就是爱冰球太多了吧。